到你怎么办？知道吗？戴军周围啊，经常笼络着这样的一群人。对，他们非常的富有，每一次呢跟戴军争着买单，而且有车开有房住。这群人前提是他们还非常漂亮。那为什么这群人老围在你的周围啊？这群人呢，在都市里面，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剩女，因为我是剩男。剩男剩女，对吧？同病相怜。什么年龄范围的，现在就开始叫剩女了。哎，我找了一些数据啊，说这个剩女是当今大龄单身女青年的新称号，以27岁以上才入定。27岁是80后了已经。北京啊，我们调查一下，剩女已高达80万人以上。而且剩男跟剩女的比例是3:7，10个剩男剩女里面7个是女孩，3个是男孩。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请来这三位呢，他们就是我们演艺圈里的3位大明星。对，但是你说大明星多奇怪啊，第一高收入，第二万众爱戴，对，第三他们身处的都是俊男靓女的一个范围里面，怎么可能剩下来呢？当然可能，可能他们的个性太孤僻了，太不好相处了，才能剩下来，性格讨人厌。你这么说他们不会出来的。而且我跟你说，这就是因为明星做的越大吧，脾气越古怪，而且呢他们又钱又多，会不会担心别人跟他们好了，为了骗他们钱，或者说他们对方的要求太高，要求亿万富翁呢？咱们还做这期节目吗？来，首先有请我们的大明星。首先有请的是大陶虹，掌声有请。哇，从1998年出道作品《乘务员》，直到近期这波影视剧《父爱如山》《傻春》，陶虹一直以她的美貌、大气及卓越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近期陶虹首次监制并主演的电影《你将》，更是奠定了陶虹娱乐圈女强人形象。而就是这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优质女人，却为何至今单身未嫁呢？再次出场的是灭绝师太王金康。来，欢迎王金华。从1994年出演《书剑恩仇录》中的霍青桐，到新版《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王金华一路的古装侠女扮相深入人心，生活中的她也是个风风火火、直来直去的戏剧中人。而她的感情经历到底如何呢？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单身女王戴娇倩。80后上海姑娘戴娇倩因出演影视剧《凤在江湖》《茶马古道》大声呼喊你回来，以她甜美娇小可爱的形象迷倒万千影迷。而生活中的戴娇倩却与她主演的单身女王有着同样的际遇。掌声欢迎三位演艺圈的三个代表，然后就是大龄单女。大龄单身美女，我担心王金花飞起一脚把我踢出去了。刚才已经在底下运半天气了，我们看这个节目的前缀的时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写的。先问一下三位最近都在忙什么？刚拍完一个戏，然后接下来就该是我们那个米香的这个电影的宣传。9月29号，我们米香。要上映，就要上映了。哇，两位女强人，我们鼓掌。我跟你说，这个戏他们一起两个人合作，但是他还是监制呢。对，大东还监制。我跟你讲，瞧瞧你们两个人多能，又监制，然后又演戏，你们哪有时间找对象啊？啊，有。那好，来问一下戴娇倩最近在忙什么？在拍《单身女王》这个戏。哎呦！戏里演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女主人公就大多数那个剩女的一个缩影吧。剩女真的是社会现象，因为三位在演艺圈是有名的口直心快，所以请他们来其实是分享一下，对不对？为什么剩女？今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三位也是不将就，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走入我们的爱豆超级访问。女明星择偶标准是否如你所想的高的离谱呢？节目现场三位嘉宾坦诚公开自己的择偶现实条件。对方离异有所谓吗？没关系，我觉得离异有一子有所谓吗？身材瘦匀称了，没有错呀，得1.75米以上吧。什么车？你觉得算有车？房子要求是别墅吗？不要，我喜欢之内呢。喜欢之内，五环内房子如果是60万，60平方的话，那也得在120万。那请问在座有几位男士有这个身价？嘉宾现场坦言单身时期不为人知的孤独与伤感。
你近一个月有人追吗？没有。好像跟我们已经很久远了，这个是久违了。好，越来越去就那几个女朋友。情人节、七夕节就别出去了，有什么意义了？什么电影院这种地方都不要去。你如果要生病，这个时候你很觉得无助。其实平时的时候还都很坚强的，都有人来接，然后你自己开个车回去的时候。然后在如果那个电台里你听着那个音乐特别伤感，在探讨男女问题的时候你就疯了，然后赶紧放别的音乐。不可思议女明星也会去相亲吧，现场嘉宾与你分享相亲过程中的奇异经历。你一个月收入多少？你是否健在吗？然后你是离异啊还是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看一下赵本山的小品。对，包括说我特想要一个儿子，然后在美国生。然后说你们演员是不是有的都有神经质啊？好直白。你跟我聊什么呀？那你不是跟神经病聊吗？想要了解娱乐圈光鲜亮丽的剩女明星们单身生活的真情实感，敬请关注超级访问。三位好，三位好。好，再次欢迎 SHE 来到我们。我特别想了解一个话题啊，在你们的心目中，你们觉得剩女这两个字是褒义还是贬义的？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贬义，后来我发现剩下的都是挺优秀的人，然后又会觉得不是说你没剩下你就不优秀，但是你曾经也剩下。对，褒义吧，剩女不代表老弱病残啊，首先不能够往那方面想，剩女应该就是这个时代对于未婚的一个新的标签。我觉着剩女好像等同优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现场的调查，我们要问问局外人，你们觉得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单身？可能是他们就是都挺漂亮的，然后也特别优秀，然后现在好像是很多男生那个其实挺喜欢他们的，但是不敢说，就是自己没有他优秀怕有压力。条件太好，设置的障碍就太多了，对不对？刚刚后面那位男生，也许是他们眼光太高了，看不起别的。是吧？他们太优秀了，一是没时间，二是眼光高吧。对，你觉得看得上你这样的吗？我呀，我看不上。你太没自信了。对，你觉得至少他们看得上是什么条件的？主持人不错。我想问一下旁边那个男子的，如果你找一个女朋友，她的收入比你多一倍，你会跟她交往吗？会啊，越多越好。有自信。同样的。你敢追他们其中一个吗？如果年龄相当的话，可以吧？如果说你有这个可能，你会追哪一位？中间那位吧。哇，他就得找一大款。为什么呀？他必须是大款。现在整体这个女的要求比较高，就说是有车有房，还得有别墅。再多了还得有飞机。他说前面那三个条件，我觉得中国我只听说赵本山比较符合。哎，这个不是，恰恰是可能是这种概念。我们经济挺独立的，我们不需要钱，我们需要拥有，我们需要爱情，钱不是我们第一，我们需要爱情。像我们这样就肯定大家就觉得说你还会没有男人追，你绝对的，你们那么优秀一定有很多男人追，就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他肯定有很多人追，算了我不追了，哎，就真的没有人追。你近一个月有人追吗？没有。没有。不是，我在门口沟谁追我呀？我在门口沟当沟花呢。大当红呢，你近两个月有人追吗？没有，我在拍傻春，很傻，扎着两个辫子，然后逮谁打谁，演完戏更没人敢追了。但是真的逮谁打谁，而专门打男的，一个人打七个这样。太可怕了。对，那个你最近多久没人追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已经很久远了，这个是久违了。久违。听起来应该弹一段二泉映月送给他们了。你真的好惨，好平衡啊。对呀，我们也做了一个表格。剩女分类表，这个表格显示的是第一个叫圣斗士，就是还有勇气为寻找另一半而奋斗。你看看你们是哪？第二种是必胜客，机会本来就不多，还被工作事业耽误。对，齐天大圣。职场精英女强人，至今仍然单身。还有就是胜者为王。
对，我反正就这样了。来，金花，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你的心态现在停留在哪一种？我觉得我依然还是可以去战斗的。我想我们应该都差不多是这样，都并不是说圣斗士忘了 A 吧，还是但我圣斗士，圣斗士啊，没有说胜者为王，是不是就将就？那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一种心理。其实，你之所以还能胜的原因，是因为你对爱情还依然充满着幻想。那只不过就是说，在我们应该去。可能在人家认为应该娶妻生子或者嫁人的那个时间，我们还依然在工作。那我另外一个问题，三位你们都想一下，去年一年你们工作了几个月？带到现场。我工作几个月？10到11个月。可怕了，可怕极了。对，你呢？那你做米香的兼职更没时间。我没有时间，要不然就去跑影展，要不然就在拍戏，要不然就是在做后期，就是去年工作了几个月？整个一年。几乎全在工作，12个月，对啊，真的吗？都差不多了。万一刚好在这一年，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也得吹，对吧？见不着。原来有句话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觉得这句话在而今根本经不住考验了。包括不光你们，像很多职业，虽然他没有在外地，就在这个写字楼里，也很晚，加班加点。所以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心理学家崔建军老师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有请崔老师。资深心理专家朱建军对于当下社会的剩女现象及问题，专家朱老师将通过心理学角度做出分析和建议。剩女其实真的不是个贬义词啊，但是也真的不是个褒义词，它就是个中性词。就是说，我也不太同意说剩女都是优秀的，虽然是有优秀的，就像其他的人一样，什么样都有。我想肯定原因也是什么样都有。我们在那个网络上看的有一个投票嘛，有一些剩女剩下来的原因。我们来一条一条来分析一下，好不好？对。啊，我们的第一条，自己很优秀，择偶眼光过高，对另一半的长相、学历、经济能力、家世背景、性格等各方面都很挑剔，导致择偶范围狭窄。我们给每人一个板，板上面呢会有一些你可以画勾的地方，能接受打一个勾。就是不能接受，就我希望对方是这样的一些条件，请打勾。顺眼，个子不能太矮，身材匀称。像朱老师这样的肚子可就不具有。有车，幸好我的肚子还没大的时候就已经嫁出去了。对对对。唐红啊，不准偷看。有车。而且啊，心理学家一定要帮我们分析谁比较真实的写出来。我一定是毫不客气的把这画出来。这个叫什么以上？什么叫以上啊？高级本科以上还是本科或者研究生？研究生以上，博士还是小学以上啊？我跟你说，没有条件，我条件不高。这个测试是不是有些人有潜在条件？对，有的人他会说，我觉得我的条件不高，但是在我们平均水平看起来不算很高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好多也是一个心态问题，有时候他可能看着不喜欢的话，他就会拿条件去卡。你看你什么什么条件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他真的哪天碰着一个他特别喜欢的，条件就好商量了。对对对，这个是浮动的比较大。但是喜欢的如果是相处了一段又发现不是特喜欢的，那条件又出来了，所以还是浮出水面。节目现场三位嘉宾坦诚公开自己的择偶现实条件。对方离异有所谓吗？如果找一个对方离过婚，无所谓。我觉得离异有一子有所谓吗？身材匀称，只有戴娇倩自己勾了。身材算匀称了，不用测呀，得1.75米以上吧。什么车？你觉得算有车？我觉得有一个20多万的车就可以了。房呢？要求是别墅吗？不要，我喜欢之内呢。喜欢之内。五环内房子如果是60平方的话，那也。在120万，一个车20万，那就是140万。那请问在座有几位男士有这个身价？对，花钱大方，怎么叫大方？是花10000呢，还是花100万呢？嘉宾现场坦言，单身时期不为人知的孤独与伤感。好，约来约去就那几个女朋友，然后还都单着比着单。情人节、七夕节就别出去了，有什么意义了？什么电影院这种地方都不要去。你如果要生病，这个时候你很觉得无助。其实平时的时候还都很坚强的，都有人来接，然后你自己开个车回去的时候，然后在如果那个电台里你听着那个音乐特别伤感，在探讨男女问题的时候你就疯了，然后赶紧放别的音乐。然后你就是偶尔的去跟人家一起吃饭，你不可能
往那一坐的时候说我是单身爱你们谁没见这绝对是真是有病吧你说想要了解娱乐圈光鲜亮丽的剩女明星们单身生活的真情实感，绝对精彩内容马上呈现。来，我们先看一下几位啊，大姚倩这边，顺眼。他话来就多，一定要顺眼。顺眼呀。嗯，三位都是顺眼，一定有要求。顺眼很重要。个子不能太。都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身材匀称，只有戴娇倩自己勾了。身材是要匀称了，没有错呀，得1.75米以上吧。他那个还是有。他这身高有要求。比如这男的特别有钱，称1亿，然后腰围28。我在想到将来小孩怎么办？对，说实话，如果像马云这样的，个子不高，但是他条件特别好，会怎么样？不要。人家好几十个亿，那又怎么样？我自己们就不就一张床吗？其实到最后，我开心要最重要，我自己也能赚呀。你写的有车，然后两位都没有写车，是你们两个都有车是吧？对，我也有车呀。你说你觉得算有车？我觉得有一个20多万的车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20多万的车。房呢？要求是别墅吗？不要，我喜欢这个。喜欢之内，喜欢之内，即使这个，我觉得你没法分。我觉得有的时候5环以内的房子也很好，有的时候你说地段2环也是不错。我觉得花钱大方很重要。对，他拿就是花钱大方，然后那个戴娇倩写的有车有房，还得花钱大方，一样的呀。不一样，不一样。他有车有房，他们是无所谓，但是愿意为你花钱，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哪怕挣不多，但是你愿意为我花钱，这个是一种心理。戴娇倩跟他们俩好像是不一个，不是一个思，tempo 不一样啊。哎，朱老师，请你继续看，因为观众已经有质疑出来了，刚才举手了，来来来，赶紧。我想对那个戴娇倩说，5环内。有房有车，5环内房子如果是60平方的话，那也得在120万，一个车20万，那就是140万。啊，那请问在座有几位男士有这个身价？有140万。对，主持人有。看你还是有要求。还有谁要质疑？来来，还有谁有话要说？哎，我觉得这个他不说这个，我还没算这笔账。对，花钱大方，怎么叫大方？是花10000呢，还是花100万呢？个人经济条件。对呀、啊，你量有10块钱，对呀、啊，你花8块钱在我身上，我当然高兴。你有1000万，你也不花，你有钱又关我什么关系？大家听着，学历无所谓，然后本科，研究生，最好是，但是这更难了吧？非得找研究生。你要研究生，怪怪的感觉。本科以上，我觉得就可以了。收入，你们对收入都没要求？对呀，收入我没有概念。他们对话多，开幽默，我很重要。我觉得我都话少，平时。他一定要找个开心果。啊，对，他要找一个话少沉默的，因为他能说。我觉得我话就够多。对，这俩人都话多。对方离异有所谓吗？如果找一个对方离过婚，没所谓。我觉得离异有一子，有所谓吗？没所谓，我最好不要有小孩。离异不要有小孩。对的。就是你希望对方会做家务。对，因为。他不会，不是因为我爸就炒菜特别好吃，我觉得特有魅力。男人炒菜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件事。好，你也希望找一个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情趣。大家现在觉得无所谓。找个保姆嘛就可以了。他们俩写的姐弟恋可以接受。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有姐弟恋。你姐弟恋的年龄是多少？7岁吧，不要超过6岁吧，我觉得。然后比他小，姐弟恋我不接受。我现在要找他比我大，大1岁2岁都不行。没有各种条件，我听出来，你事儿真多。我觉得的确他们是有潜在条件的，这是肯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条件他们自己都未必知道，比如刚才说会做饭是因为爸爸做饭做得好。对对。其实这个不会做饭的好男人也挺多的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可能就在心里边就有这么一个从小就。就留下了一个印象，觉得好男人就应该做饭做得好。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可能好多时候这些他们所说的条件不是条件本身，而是他觉得这条件代表着什么。比如说刚才他们都说叫花钱大方，可能他并不是觉得一定要给我花多少钱，而是觉得花钱大方的男人才是有责任感的男人，才是爱我的男人。如果你有10块钱你都花在我身上，那也算花钱大方。对对对对对，是一种男人的姿态。他会有这么一种想法。我觉得在两性之间是有一个差异的，就是女性还是愿意找一个甭管在哪方面要优秀的男人，就或者他是挣很多钱。如果他要是真的，比如我们现在设想一下，有一个人他真的挣钱很少，
但是他真的在某一方面非常的出色。嗯嗯嗯，我觉得可能你们里边会有三分之二都觉得也可以接受。对，可以，个人不一样了。其实这个很难讲的。你比方说，如果你找的那个男朋友或者老公是公务员的话，他一定或者是一个大学老师，对他一定没有你挣得多。如果他挣得太多了，反而我们会怀疑他。对，不重要的，可能大家认为的通常的，可能房子、车呀，这个费用是我们来完成完善，但是可能家里边的买菜啊什么做饭的这些大学教授去买菜很正常啊，买菜的费用买菜的费用啊多一点，开销费用或者是对呀、啊、然后他也很愿意把他的工资，尽管很不高的工资，他全部交给你这个工资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哪怕就是你有1000块钱，你会找这样的吗？我会啊，他1000块钱应该会来。他1000块钱他交给我，我认为这是你的全部。但是你如果大款，他挣10亿、上100亿，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人我宁可不要。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也很理解他呢哈，但是我觉得人也难免有一种误区，就是如果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但挣钱很少，他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碰到一个挣钱很少的男人，可能你就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是不是很优秀。可能就会脑子里边会不自觉的想说，哎呦，这人挣这么点钱，可能是一个，工作不行啊，能力不行啊，或者自信不行的人。刚才朱老师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他收入这么少，可能就没机会跟你认识了，因为大家身处的环境不一样，包括不可能进同样的餐厅，不可能进同样的社交圈去活动，那就是我们下面一个理由。来看一下，只有家庭生活加职业生活，完全没有重要的社会活动。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小的原因归结为工作特性，所以没有社交。其实演员是这样，对，觉得真的圈子很小，对，特别小，就是除了剧组就是剧组，拍完戏你就回家去休息，对，没有社交。我们如果要是把自己的圈子的人摒除，说我不找圈里的，那基本上是零。然后你就是偶尔的去跟人家一起吃饭，有外圈的人，甚至有很多很优秀的人，你不可能往那一坐的时候说我是单身，哎，你们谁没坐？这绝对是真是有病吧？而且就是我经常在那儿吃饭，比如说有演员，外圈的人，所有的人都会认为那个演员生活五彩斑斓啊，对对对，然后还不定在外面认识多少人呢。他认为你什么都不缺，唯独不缺男人。而且是非常好的这个，而且这个你来吃这一顿饭，说不定你天天都在外面吃饭。对，就会觉得是这种。对啊，那我想先问问戴小姐，那有没有真的是拍完戏呀、啊，然后想约是约不到？那时候其实蛮孤独和痛苦，其实也有点很惶恐的感觉呢。因为我同学嘛，我不是院校毕业的，我同学都是银行的，或者就是什么，因为我师范学校的，哦，我同学都不是这个行业的，他们陆续都已经结婚了，虽然都是80后的。而且孩子都已经1岁2岁了，就老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在他们没有结婚的时候吧，回上海我还能够约约他们，现在真的不行，特别无助。你心里比如说你失恋了，你有一个发小，以前你可能随时随地他都可以陪你说，现在你打电话我陪儿子呢，哎呦，我儿子今天又发高烧了，我得陪他去了，你话可能刚一上来冒上来，你觉得他那边负担更重。情人节、七夕节就别出去了，有什么意义的？什么电影院这种地方都不要去，对吧？看什么送玫瑰花，什么气球飞上来啊什么的，这也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拍完戏就像你说的哈，约来约去就那几个女朋友，然后还都单着比着单，对，就像我跟王俊华拍完戏大家就约着，然后就是练练瑜伽，然后全是女的，也都全是女的，对，也都是女的，然后那个可怕，就是一起吃饭还是几个女的，还都在包间里，然后你完全就是那种你就是接触不到，能见到一个男的也是服务员。比如说你们一帮女孩这出去聚会什么的，突然有人带来一男的，单身的，条件挺好的，是不是大家眼睛都冒火花？而且就是那种一时，哎呦，特高兴，就在说，哎呀，新找的助理。能感到很多时候会很难受，你比方说在剧组里你如果要生病，这个时候你很觉得无助，其实平时的时候还都很坚强的，然后同学之间，哎，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很丰富，你不会觉得很孤独。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住的时候，哎，我家的灯
灯泡坏了，嗯，像这种时候就真的是很，哎，我不敢去倒垃圾，对啊，那个垃圾那个楼道是黑的，嗯，我要走那个楼道，对，要太晚上的时候会很害怕，那在想，娘的，我怎么就过这种日子？还有就是出去聚会，人家比如说都有人来接，嗯，然后你自己开个车回去的时候，然后在如果那个电台里你听着那个音乐特伤感，哎，在探讨男女问题的时候你就疯了，对对对，然后赶紧放别的音乐。北京交通台有一个女 DJ 叫春晓啊，她的声音特别忧郁啊，爬音乐一放就说午夜时分你寂寞吗？我记得那时候，哎，五洲同早年有个节目是十二点，我记得特别清楚。朋友们，你还好吗？就是那个夜晚，你是否感到伤感，感觉到无助，感觉到你的心那么想寻找一丝温暖。对，我跟你讲，人家都是这样。哎，我跟你讲，下雨是一个特别伤感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小动作都能把你给击碎。你就看到，然后你比如说以前我就记得，哎，你自己下车然后锁车走的时候，然后你给你打伞的比如说是服务员，你要进那个餐厅，但是有一个人突然一发现是她的男朋友一跨她啪伞一打，哎呦，那会儿太浪漫了，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很受刺激，就是那种小细节，就可能工作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心里特难受的时候，爸爸妈妈又不能说，要是以前的话有男朋友第一时间是跟男朋友说的，对，就是肯定是跟男朋友敢说的这种事儿。然后那个同学啊朋友啊结婚什么的生孩子，你爸妈会说你吗？会的呀，你说我就是老参加我同学的结婚，像我同学有些二婚了已经，然后有一些二婚的两个，你去了吧，你烦吗？你说这个也就算，你结束后对吧，一桌同学就你没有那个人，说我都第二次，你说你的人生多么平淡。然后话题就到你这边了，说你这个什么时候再啊努力一下。所以我们单身的女孩子啊，这个结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挺不容易，真正的东西是一种依恋感，你得不到吗？对，就是我觉得人可能就需要肩膀来，需要一个依恋，需要有一个人然后能够跟你非常的熟，然后你在他面前不需要像外边交往那样的那么去端着，然后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子，这个是人的一个普遍的需要，我觉得。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剩女话题，我就在想，我对社会可能剩女倒并没什么啊，至少还计划生育省点事儿，是吧？可能有些时候也没事儿，你真正工作忙了什么也没事儿。就是这种你需要一个依恋感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是经历，尤其是演员，我觉得每天呀哭啊笑啊在片场，然后你都是超负荷的去表达你的人生。其实他刚才有一个观众说，就是超缺安全感，就是因为他很敏锐，就是他会对身边所有的事情他会很敏感的去触觉，会触觉到他的心里，就是天天哭啊笑啊，就是百味人生，就是缺少安全感，就更需要那个。人家说那安全感是对你缺少安全感，把这种女人娶回家，我太没安全感了。我跟你说，本身刚才大家说到那个东西，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心理博弈上就是这样子的，说我要去找一个女朋友，我就得想就是跟我争的人会有多少啊，然后大家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争的，那我就别去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会有这么一个估量，他去竞争是吧？对，就是我男人会喜欢竞争，但他不喜欢那种觉得一定会失败。我有一个很好奇，就是那种真就像古时候说的那种女子无才便是的，真的都嫁得很好。那倒也不是，不是，大多数是这样的，真的。我前两天看那个有一个采访，就郑海霞，原来中国女篮的主力，身高都快2米了。哎，我也看了，真的是。就是、那郑海霞一拍手说：“其实你们知道吗？家里有个男人真的是很重要的。”太可爱了，刺激他们三个。来，我们看看剩下的第三个女人，好吗？曾经因为感情上有个伤害，导致躲在自己的事业中，以此为寄托而不相信感情。我周围好几个女孩子是这样，她倒不是不相信，其实好像有点一朝被蛇咬，好像就很难再投入了，再相信。我当时听到好像你之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恋爱，你觉得会是因为那段恋爱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吧。那段有多长啊？7年。戴娇倩现场坦言，7年初恋的感情伤痛，至今未能痊愈。
因为他比我大快十岁了，而且他压力很大，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走到这步都是我自己当时没有把握好。你试图想挽回？我是没有拍戏，我从剧组里面就不拍戏，然后赔了剧组很多钱。你去挽回的时候，他有新的女朋友了？有，我是当着他女朋友去挽留的。真的啊？是，我觉得他现在太太就一直默默的在，就是那个饭店门口啊，一直看着他，看了四个小时了，我们俩就哭到已经双腿相跪了，已经。不可能现在你再去找这种人，跟你一起在北京什么都没有，到租房子，到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到我们分手，我一个人就拿了一个箱子下的北京机场，我住的如家，我就开始我这八个月我就不工作了，就开始想着自己这个事儿，我就突然间在那年我就长大了，我真的知道我应该珍惜我身边那个人。你觉得什么是超级？拿我来说吧，我啊就是超级。你的超级之处是什么？我的超级之处就是唯我独有。你眼中的超级访问是什么样的？好笑，然后又访问的又超级的透彻，这就是我眼中的超级访问。如果超级访问邀请你，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 Yes I do。我当时听到好像你之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恋爱，你觉得会是因为那段恋爱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吧。那段有多长啊？七年。哇，七年。我是跟陶虹姐姐一起拍戏的时候开始的。哦，你知道。对，然后那个男孩子对他真的很好，然后把他介绍到那个剧组，两个人真的很好。包括后来我们俩第二个戏啊，我还在问他，我说你们俩还好吗？他说很好。我说哎呀，真的是，我说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结婚，能够很好。但是刚才碰见他，问他已经分手了。七年是什么？七年之痒还是干嘛？你讲讲为什么？也没什么，可能大家就到了一个一个口上吧。反正我家里人也不是很同意，就是这样呗。所以他跟你刚才画的那些勾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哎。是什么？是他不愿意结婚吗？我。哦，他提出结婚，你不愿意？因为他比我大快十岁了，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结婚呀？我觉得能再过几年呀，而且还觉得小啊，我觉得我那会儿才二十出了一点，对，二十五岁，我觉得。那他呢？他没错呀，他三十五岁了，他说我同学都儿子都已经，小孩全部同学都已经结婚了，而且他压力很大，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走到这步都是我自己当时没有把握好。就像刚才我们姐在下面说，如果说你们今天可能我已经也带着我自己的小孩就上节目，是一个很贴心的男孩子。我后来听说好像你试图想挽回，你是怎么挽回的？当时当时我所有的好姐妹都去找他谈过，我是没有拍戏，我从剧组里面就不拍戏，然后赔了剧组很多钱。就放弃的对，所以我现在就这个就是臭名远扬，大家不知道你是为了爱而那个。大家这不应该这样，就当时就是人吧，心里控制不了，对，我过不去，我觉得我应该，因为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是我不好，至今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到最后一刻，如果再不去努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错过。你去挽回的时候，他有新的女朋友了吗？有，不能怪他，不能怪他，真不能怪他。不是你当他女朋友挽留他的还是怎么样？我是当着他女朋友去挽留的。真的啊？是啊，太厉害了，给我讲讲那情形。我就太像韩剧了。我对他女朋友在旁边，然后你去挽留，我说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谈一谈。但是我就跟他可能在谈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太太就一直默默的在就是那个饭店门口啊，一直看着他，看了四个小时就没有过来，我就在对面，我们俩就哭到已经双腿相跪了，已经。他也哭，你也哭。哭，我也哭。然后他的女朋友在那边看着你们。对。我真想电视剧啊！真的是。他女朋友相当聪明。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因为我以前在北京的很多生活都是他照顾的。当时我们特别穷，那时候在北京刚开始就开一小奥托，你知道吗？就而且没钱买，8000块钱买了个二手的小奥托。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聚在一起说，小倩你现在快乐吗？我说我觉得我们开小奥托的时候特别快。
现在烦。小奥拓还上不了长安街，我们偷偷的四个人开着小奥拓，然后走在那个长安街的时候，我就还在小奥拓上问我说，我是超级无敌美少女啊，你说我是不是超级无敌美少女？他说是的是的，然后陪他去跑组，我在那儿装，你知道吗？您别送，您千万别送，我们的车就停在旁边，我送送你，我送送你，千万别送，那会儿现在没车这个。唰一转就938，你知道吗？俩偷偷去挤那个938去，特别好。那段日子太纯粹了，不可能现在你再去找这种人，跟你一起在北京什么都没有，到租房子，到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到我们分手，我一个人就拿了一个箱子下着北京机场，我住的如家，我就开始我这8个月我就不工作了，就开始想着自己这个事儿。我就突然间在那年我就长大了，我真的知道我应该珍惜我身边那个人。就像我这次在横店碰到他，我说你好吗，我说你觉得，他说他适合当我的太太，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且养了一个特别好的女儿，他一直想要一个女儿。那你多失落呀。哎，那自己当时不懂事嘛，这种东西嗨没法说，还是缘分。对，还是缘分。我觉得其实他就没有这个姻缘了，所以我这个事儿还是不怪他，还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听他刚才说不怪他，说了很多很多次，这个比例非常多。对呀，说明还是很在意。对，说明还是很在意。我觉得从感情上来说，我很理解哈。我觉得真的投入感情才会这样子，性情中人哈，我觉得容易有一个误区。就是说等于你把过去你的生活和这个人完全打包看成同一个东西，就你想到过去你就想到这个人，然后那一段整个的人生你会跟这个一个人绑定，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从里边走出来。因为可能你怀念的与其说是那个人，他也当然包含那个人，但更多的那是你的青春。对对，没错。而且是我这个创业这个东西，对，那是你的刚一开始创业。因为我记得我们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我问过他，我说，哎，那个时候没分，我说如果我们有一天分手了怎么办？他说你小孩你别瞎说。我说如果呢？他说那一定是我不够优秀，所以你会不要我。我跟你说，你先怀念他，就是在怀念你自己的青春，跟他无关。你先把所有两个因为他对我好，哎，那你还快乐已经过了，你后来就没有再爱上。像那么深入的，很难的，但觉得爱上别人还能吗？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很多。你现在比如说给我介绍一些男朋友，大家目的特别明确，小倩你也该到结婚的年龄了，他也是要找老婆，对吧？你们门当户对。你要让我再给我一个7年的时间，让我再重新来一次，跟着火车跑，跟着他的车子跑，在床上两个人在那儿跳，说我是小公主呀，我是超级无敌美少女呀，让男人觉得你有病。真的，任性不是任何时候你有资格任性的。妈妈有没有着急给你怎么介绍相亲？对，几位啊，我排不排除相亲？相亲，哎呦，就介绍对象吧。介绍对象，其实我觉得不排斥介绍。我觉得介绍挺好的，介绍你参加，但是这种局呢，不能是按照相亲的那种格局来做。你参加的是什么样子？不可思议吧，大明星也会去相亲，他们在相亲过程中是否有着如此尴尬的经历呢？这位先生，你的手没毛病吧？哦，没有。全国房产加起来有十几处啊，美貌很显然是你仅有的财产，但10年后你将无任何增值空间。我真的有急事，我们下次吧。不要，你还没问我开什么车呢。够了。你参加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Party， 可能这个 party 就是朋友为你举办的。那你也知道是谁？之后知道啊，你必须当时不能知道那个。对，当时知道会很别扭。你看，我并不排斥相亲，但我排斥相亲的形式。然后大家特别那什么，你一个月收入多少？有现在吗？然后你是离异啊，还是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太像赵本山的小品。对，但你要知道，那个他是被介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你就很挑剔。你很挑剔，而且非常理智。我妈妈站起来，一个嘛就是我周边的朋友，也是让我想让我尽快有一段新的生活，有介绍一些他们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成功吗？啊，成功。那也跟我讲讲，我没参加过这种。成功，你指的是成功人士是吧？对，就挺做事业挺好的呀。那后来
吃几顿饭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都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呢？一般性的都会说啊，我俩在电视上看到你啊，说啊，你先客套一下，但人家就说啊，要不去逛逛街，女孩子。哎，我说行啊行啊，我说那边有个夜市，我说你陪我逛逛夜，我很喜欢逛那些小店呢、啊，我喜欢你。哎，去逛逛夜市，人家来一句，没空调、啊，要不到森林饭店楼上坐坐。说挺没劲的。对，然后再聊到第二次、第三次，人家就很直白的，就是切入主题，什么包括说我特想要一个儿子，你说儿子将来长得像你，五官特好，身材我一米八，对，这儿子，哎呀。这绝对是很完美的，然后我们在美国是、嗯，然后，但是你觉得他有错吗？他也没有错，他把你将来的规划呀，嗯，都已经规划好了。然后说你们演员是不是有的都有神经质啊？嗯、好直白。你跟我聊什么呀？那你不是跟神经病聊吗？他对演员这职业怎么看？他会觉得介意吗？什么说，要不你就别演。跟我结婚以后不要再演吻戏啊什么的。大多数跟我说，大多数就同样一句话说，你确定你要这样演下去？嗯、对，会说一句话，对的，这是最重要的。啊、你拍部戏多少钱 啊？这么点钱累不累啊？啊，对对对对对对。会说这话吗？会。一部戏多少钱啊？哎呦，女孩子，你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累呢？你应该享受女孩子想要的东西。我说那是什么？去 shopping 啊，去 spa 呀、啊。对不对？将来养孩子啊，对孩子的规划呀。所以我一帮女朋友也是嫁到，比如说特有钱的也嫁到我了。你有去相亲吗？我特别抗拒这种东西，我老觉得爱情是不期而遇的哈，就是你是一定是这样的，天而降。你我妈试图是真的是。你一年工作12个月，还不期而遇。我老是觉得好像就是擦肩而过，不期而遇在那个工作的那个旅途上，在路上也是可以碰到的，这样对。对啊，我永远就是还是有一点那种想象中的那种东西，就是真的是说介绍，哎呀，打住，就这种。也有朋友会说，没有，爽约，就是家里人，我说不去就不去，就很倔的。我就是我妈气得要死，就不敢，以后再不敢了。我妈还就是说过一件事，特别好玩。她说，哎，你看那谁谁谁又结婚了。哎，他们怎么认识的？我说妈说他在飞机上认识的。那你坐飞机你怎么看他呢？我告诉你，老人家报上写的头等舱对吧？你也老坐头等舱对吧？人家都是成功男士。后来我们家助手说，是呀，小青姐姐一坐飞机就睡觉。后来我妈每次跟我说，你不要再睡了，你看看旁边，跟人家聊聊，知道吧？我说妈，要是女的嘛，要是女的你就睡一下。没有找到男朋友。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比较好一些？因为有的人不快乐不开心，给大家一些你们的帮助，怎么样能够快乐一些？首先是工作吧，我觉得工作首先是让我们快乐的，就是忙起来、嗯、对对对，然后觉得自己活得特有价值，就是工作把你给耽误了啊，也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对，事半功倍，而且要我像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回去听洗刷刷还有穷开心。管用吗？有的时候自己笨笨也蛮开心的。安排你的大张伟相亲。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相信，包括到现在我还是相信那个不期而遇的那个东西一定会来到，就是一定会泼你一盆冷水，就是你的那一半，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它一定是会有。这个相信其实还是对的，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你的确得有这个地方去，天上掉馅饼你也得出门对吧？要不然掉下来也砸不着你哈。那你说你给我建议上哪儿溜达？还是得多出去溜达溜达，然后除了自己的原来的生活圈子，应该有一些其他的。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这倒是，但不是那么功利的说，我创造这机会就是为了到那儿去碰人去了，就是为了这个，而是说，即使我碰不到任何人，然后这个地方也能给我生活中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多去去酒吧。我说那个酒吧不是特吵那种，就是朋友酒吧。对，我觉得真的不是说专门去为了相亲或者为了碰见什么人，因为这的确是不期而遇。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想想，就是说我生活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有真的新的生活领域，然后做新的一些事情，哪怕是很短时间的去做一做。然后即使包括被迫去相亲，也真的不要把它当相亲看，这样你不要有排斥。当交朋友呢，其实演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胜的主要原因啊，其实我总结
过，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心理年龄段太小了，生理经验特别少，特好骗是吧？特别好骗，特单纯。其实演员挺纯，特别纯，因为他只在这个圈子里，就这么点事儿。因为你生活当中必须你做演员，你要是一个好演员，你一定很真诚。你看朱老师，那我今天认识我们和80岁认识我们还是一样的。那我们再补充一句好不好？那电视界的观众不要以为大明星是很难追的，他们很好骗的。对，如果娶到我们还有特别多好处呢。对呀、啊、对呀、啊。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经济独立了，都经济独立。第二，我们都曾经有过受过感情伤害，我们也都懂事了，对吧？对。第三，我们结婚肯定也是将来想要孩子的，这都是非常，而且有一些就是早婚的，现在已经开始离婚了。他在等人离婚的，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我同学都要离婚。大家对他们有意的话呢，我是不会让你们主动跟他见面的，大家可以登录我的这个微博，或者超级访问的微博，然后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呢，如果我觉得条件不错的话，我愿意当这个红娘的，好不好？好。我也真诚的，谢谢爱度超级榜的成功，希望三位早日找到另一半，谢谢。本栏目由爱度冠名播出。